像我们做的金兰花都十万盒的都有，一单十万盒。对啊，是啊。哇，还有几千盒的。几千盒。嗯，现在最少的五盒就发货嘛，啊、嗯。一万盒这种生产时间要多长时间？一般一个星期就差不多。最快的就三四天啊、嗯，就能发出。之前是做一堆库存啊、放到仓库慢慢消化，其实这不叫管理啊、我们现在订单都是通过系统来科学的管控啊、订单进度库存情况啊、